今儿又是骨头开会，阿姨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，想吃虾都是虾，想吃骨头这一桌都是骨头，咱也不敢说呀，这最起码还是炖骨头、烤排骨、酱脊骨呢，三个味儿。说急眼了，都整成炖骨头，这得咋吃啊？喝酒吧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这是烤排骨，再说不说，这味儿老盖了。心情不好，手艺没落下。这大骨头汤炖的，这骨髓油全炖出来了，油啊王，来一口，哎呀！满口香啊，我自己配了一个解腻的人参果，就长这样，菜都挺好吃，这果味儿一般，没啥味儿。按照这情况，你们说明天我应该想吃啥呢？爱你们哟，比心。